来到这个地方，然后准备要摆上我们的二手拍卖的东西，然后还没摆完之后，现在已经有些人在看我们的东西了。我觉得很尴尬，因为我很害怕，我现在不知道。这是我们的第一次。对，然后因为还没有标价，我也不知道要卖多少钱。对，真的放下来瞬间就开始有人翻了。我本来想说我们可以摆完后再开始，哎，好，摆摊之前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扛棒一加一的二手拍卖市集。我的圈圈值多少钱？你知道，影片要钓鱼标题，二手拍卖当然也要钓鱼标题啦。我们现在就是要发 IG 跟发粉丝团说，哎，我们现在在这里摆摊，因为我们完全没有跟任何人讲过。然后如果是我们的粉丝的话，过来跟我们说，然后经过我们的考核合可以后。我们就让你随便挑一样东西，随便你标价，随便你拿走。大致上有这样的东西，蛮多衣服类的，然后还有一些我的游戏包包、相机包，还有一些小物是他的。没想到那么夯，哎，整个被包围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开卖了，我觉得应该东西很快就会销完了，所以你们要赶快过来。我不想入局。要不然打码，来打码。但是阿姨，我们要考一下。最喜欢我们的影片是哪什么影片？好像你们去日本玩，对不对？对对，你们员工旅游。哦，真的是。对 对, 對，跳一样，然后你自己出价。哦，我自己出价。对，有生意的啦。开市了，开市了，开市了。哦，刚刚我们是不是卖出了第一位粉丝价码？对。对，是什么东西呢？一件穿裤，我的裤子。然后用多少钱卖出呢？卖太便宜了，亏本了。没有亏本啊，就二手的东西呗。哦，好，希望大家会买我的圈圈回去。哇，就是这些东西了，蛮热闹的。等一下，还是你讲一句，你觉得证明？员工旅游。哎、欸，那随便你开价。对，随便你开价。开价，那就再就80好。好，成交。我们没办法炒钱喽，稍微洗一下，我很久没有穿了。那你也敢讲？等一下，你声势很浩大，你太多人了吧？你是粉丝吗？那加粉丝。那我考你一题，你回答出来的话，你就可以自己定价，然后就可以带走他。开车环岛。哦，有中。这样也可以。可以，可以，代表你看过我们影片。好，那你出价。150。好，成交。哦，我的衣服卖出去了。就这件，价值150，很棒。500。月，你别忘了。哎、欸，嗨！卖的怎么样啊？就是有点忙不过来。我也是。这边镜头过来。这里也有东西。对啊，有没有慢慢的缩减当中？对，抢手摊位啦，没什么啦，还好啦。你要怎么证明你是粉丝？你要说的让我们幸福啊！嗯，例如你最喜欢的影片是什么？或是福州那一部？福州，福州那部标题叫什么？不是72小时吃遍福州。然后呢？福州美食。好，那你就挑吧。这个东西呢，我当初花它大概快3000块，现在交给粉丝。为什么是又在看这个奇怪的包包？然后他要出价，来，请出价，没有压力，没有压力，真的。跟人家讲价钱，我跟你讲，这是随便，随便啦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自己开心就好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那200块可以，可以成交。拜拜，赶快回去验票，回去变数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好了，现在稍微人潮退散了一下下，觉得身心疲惫，就每个人多少钱，多少钱，多少钱，累，哇，第一次，大家请多。三代，所以我随便讲个，觉得我很万幸你在香港丢掉了 HS2 啊，好的，哇，这顶好看，我最喜欢的一顶，好，那你出价，我都可以啦，你出啦，真的，真的吗？300 ，OK， 没问题，真的吗？卖，成交，交，谢谢粉丝赞助，还有一个小礼物要给你的，真的吗？非常的小，是粉丝就有的，这个是我们，这是我们第一代 logo， 对，哦，谢谢，在历经国际语言的杀价当中。弯弯 OK， 弯弯OK fine 啊，战败了。我真的不相信，我也不敢信，为什么 PS 游戏可以卖得掉？可以啊，很热卖哎。潘老板这种东西，我的游戏片终于卖出去了，我保管。其
72小时福州。哎，还有几集？几集哦，两集吧。好，那你出价。出价？对。200。好，卖。成交。真的假的？成交，真的。你们真的人很好哎。我们今天游戏规则，如果是粉丝就可以自己出价。哦，真的、哦。真的。我只是想要拍照。拍照无价，不用钱。最喜欢的影片？没有看。哦，有什么的？有很多食物的。有很多食物的，每一集都很多食物哎。有点忘记了，很久。很好，那最新的影片是什么？最新的影片，哦，去日本。哦，对 ，bingo。那个、很粗的绳子。对对对。500块。啊，太多了啦，太多了啦，降一点，降一点。300。太多了，好，100，好，100块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颁奖典礼，哒哒哒哒哒哒。最喜欢我们哪一支影片？你自己的收藏的废物，他的废物，好、yeah. ，OK， 那你自己出价，100块，真的假的？这次的二手市集刚好遇到金鱼脑，怎么刚好遇到？对啊，约好的。这件是什么？哦，蛮好看的，好，便宜，好，200就好了，好，可以耶，好，我要买了，哇，好感动、哦，我跟你讲，我刚好只剩200块，不能再高了。刚忘记介绍，这是林轩。嗨，我是林轩。嗨，然后你想要那一个一锤余生的片式，对不对？对啊。然后、最后一片的。最喜欢我们哪一支影片？那个环岛的，环岛下集，就是在台东用空拍机的那个。哇，很漂亮哎，但500已经很便宜嘞。你算他，你算他100块。不要啦，人家说500。好啦，500减一个零，我们50块就可以了。耶，200。好，好了，200，女神多200，漂亮妹妹，这帽子很适合你啊，好像不错哎，好看好看。大家说，这个帽子是我在埃及戴了21天的帽子。我回来游戏啊，回来游戏。闻一下有没有味味道？埃及影片呢？就是有埃及帽子，没有影片啊。埃及150。好，成交。那我问一个送分题，我是谁？你是伊利。啊，对，你是粉丝。反。500可以吗？你真的是，你人很好啊，你流量会不会太好啊？耶！一句话代表说你是我们的粉丝。大家好，我是令，我是伊利，我们是1+1。太 detail， 太 detail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那你开价。开价随便卖，真的500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太夸张了。随便卖，然后代表我你们的地位在我的心目中是很高的。那现在那是无价，你就随便开一个。对，你随便开一个，你就 OK 了。50、100。250，好，成交，成交。花时间出去，然后回来，然后另又剪片，哦，这真的是真的，然后他又很帅，对啊，对啊。哎，你干嘛？你是什么？对啊，对啊。对啊。好啦，谢谢你。我说3000块。来讲一句话，代表是我们的粉丝。1+1加油！太逊了啦！太逊了，太逊了，太逊了！加一，快点变成百万 YouTuber！ 哎，真不错。好，可以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订阅多少？31。31，没错。那你想要这顶帽子，对不对？那你出价？350。太多了啦！这我粉丝怎么那么有钱呐、啊？我不懂哎、欸。好啦，你再低一点啦，再低一点。150。好，成交，成交，可以。你只要讲一句话，证明你是粉丝。Mac Mini。Mac Mini。不行，他抢走了，那换你。我觉得巨大小小碗汤很好吃。哦，这很久嘞、欸，你选的这件嘛？对，很好吃。那你有选吗？有这件。好，给你开价多少钱？因为他记得我，70。好，成交。那你们两个算100就好了，好，我没有钱。好，两件100，两件100。印象中你们跟那个家乐福合作那个金瓜米粉那个。哦，错了，是全联。啊，全联啊，全联对，全联啊。好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好。那个令的那个剪接是很坏。很坏。就是对啊。剪接是吗？你没有啊，我没有，你就是一个外面的。请出价100块，好，成交，成交，可以。那你们要幸福哦。问我什么很难的问题吗？不会不会不会。好，你说。我最喜欢伊利刮你脚毛的影片。赞。好。啊，我很喜欢你，就是tour你的房间的那个。哦、oh, ，我姐姐是生姜，是不是很屌？对对对，很棒，请出价100块，2件100吗？对，好，成交。最有质感的 YouTuber 1+1，那就50块。好，成交。你说，有点大。我觉得1+1真的是 YouTuber 界的清流，真的。那个更
这种话你知道，我都不太敢剪，会得罪很多人。帽子我就出99，好，然后袋子我出，我就出50，这样子149 OK 吗？可以成交，但没有一块钱哦。那就150成交，成交。谢谢所有来的粉丝，然后我没有想到说就会有这么多人来，所以说谢谢大家。啊，总之先就是这一年2019年的开始，就可以受到大家的热情，非常感动。那这一年我们会持续加油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今天有参与的人，还有很想来但没办法来的人，还有大家心里有记得我们的人，还有订阅我们的人，都谢谢你们。嗯，拜拜。如果喜欢一加一的影片，别忘记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留言好了，也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，跟你说再次再好。好，如果喜欢一加一影片，别忘记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然后如果有看到就是我讲，不要讲了，这样都是还有留言，留言好留言，重新啦。好，二七三，好。如果喜欢一加一影片，别忘记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在下面留言，耶、yeah。Yeah。好，不要忘记去订阅金鱼脑，还有林轩哦，还有伊利的 IG， 、yeah。 有金鱼脑跟林轩，此生值得了，耶、yeah， 耶、yeah ，拜拜。